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，贤士同修代表，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《金刚经》，先世罪业，三世因果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循环不已。所以佛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还没修行以前都不知道三世因果的严重性啊，我们也不了解三世因果先世前生的罪业所造成的今生的不如意，百事不顺啊，颠颠倒倒，倒倒颠颠，做事业也都是不如意，做都有很多的因果律啊。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，他来到仙佛寺，来王禅老祖坐前，他一直埋怨，埋怨说上天对他不公平，国家社会也对不起他，啊，一直埋怨，从来没有一句说他的缺点在哪里。我听他讲，将近讲了半个小时。那我说好了，你讲完了，现在换我讲。我提醒你，啊，告诉你，你今天的百事不顺，都有因果。你的前因就是对父母不孝，啊，你的前因。对亲友不敬，所以你才会啊受到祖先守护神的谴责，你才会这么的不如意。啊，那么这位先生哑口无言。他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在哪里啊，忘恩负义不孝，对亲友不敬啊。今天师父你跟我讲的那么白，我很忏悔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都很简单嘛，对父母的不孝，你要再向父母忏悔，说你过去对父母的不敬，
对亲友的不幸，对父母的不孝，啊，希望父母原谅他，啊，他的爸爸、妈妈都躺在床上，已经病了三年，所以他就很生气的。啊，就对父母说话口气就不耐烦。我说你不要以为父母躺在床上啊就没有事了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祖先守护神都跟着在你父母的身边，一直在等待时机，时机到了他就走了，时机还没到，因为啊知道你对父母的不敬不孝，所以也都在等待着啊你早一天回头是岸。那这位先生跪下来了，好好大哭啊！所以我们一个人，你在世间上上有父母，身边有亲友啊，这个都是眼睛亮晶晶在看着你，在守着你，你积善守护神就给你有啊顺利的机会，你不积善，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狡辩还是无济于事啊。所以这位先生他也就回去了啊，对的，他的爸爸妈妈啊跪在前面啊向爸爸妈妈磕头，说他错了，刚好以他来的老婆啊非常的感动，原来自己的老公对爸爸妈妈啊，年纪已经大了，孝心啊不够啊，所以才会弄成全家百事不顺呐、啊。这都是先世的罪业。所以有的人问我说：“老师，师父啊，我前世有没有犯错？”那就很简单，佛所说的三世因果经就是啊考核我们现在的啊所做的所行的果，所以今生守寡为何因呢、啊？啊，丈夫先走了为何因呢？前世轻贱丈夫身，前生啊，糟蹋丈夫身，对于丈夫没有办法来相互的尊敬啊，趁着你现在有钱，或者前生你有钱啊，你就作威作福啊，瞧不起老公啊，这个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啊，很多当啊妈妈爸爸的看到女儿与女婿啊，女婿
一个老实的人，啊，那女儿，还有啊岳母和、啊、岳父、啊、很强势的时候，啊，你也瞧不起啊这个女婿，啊，就把女婿赶出去了。这个人很多，才会造成怨亲怨偶，这很可怜的人生哎。哦，所以让成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孩子需要爸爸，小孩子需要妈妈。啊，若是身为父母的，对于啊子女、夫妻，你干涉太多，啊，一直啊势利眼来看待啊你的女婿或者媳妇，啊，而鼓励他们离婚，这种人很多。现在社会上这种很多，你不顾啊你孙子他心理上有什么撞伤阴影，你再怎么样你也弥补不过来啊，很可怜的人呢，真的很可怜，来生一定会守寡啊，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我们的份。所以我所说的是灵性的真实意，灵性的尊严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，大家未来都是人间人天的导师啊，甚至修好了为天人的导师啊，那么我们时时刻刻要圆满你身边的亲友，啊，圆满自己家的啊孩子啊夫妻的感情啊啊，不然我们身为父母的啊把子女的婚姻感情你把它拆散了，你也要负因果哎，不要开玩笑哎，啊，这个例子很多很多，说也说不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，若是过去有这一些啊思维啊不正确的思想，那你赶快修正，不要再犯，好好反省，好好忏悔啊，人只要能忏悔啊，你的守护神、你的主灵啊、你的指导灵都会原谅的，否则的话任你百般的狡辩、百般的恶龙邪斗啊，你还是逃不过良心的谴责，逃不过列祖列宗守护神的监督和谴责啊。所以这一生守寡啊是有原因的。那么对守寡的人啊，我们都是要给予同情啊，因为他天生不知能够尊重啊另外一半啊尊严和生命啊，以及啊他的价值观，那难免来生你就会遇到这个会守寡啊。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，他守寡年轻，35岁就开始守寡啊，做人也很端正啊，无怨无悔的啊栽培
两个孩子啊，先生因为当兵啊殉职了。但是的这位信徒女士，她很坚强，把两个孩子带大啊，让他们都能又结婚了。启蒙的所以两位孩子都很孝顺来抚养妈妈，但是妈妈呢啊只是单一单亲啊，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苦闷。哎，有一天一个姻缘也到仙佛寺来问事的时候啊，谈到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啊，会守寡一生啊，也不敢再嫁，他只一心一意把孩子栽培长大，所以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啊，一个是某一个国中的校长啊，女儿呢是某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啊。那么这一位夫人来老祖的前面呢啊，希望了解到他前生有什么罪业啊，他年纪已经六七十岁了啊，就开始要寻寻觅觅找到未来人世百岁之后有一个安心的明灯。那我就拿了三世因果经一条一条的念给他听啊，结果念到啊，今生所寡为何因啊，啊前世轻贱丈夫身啊，这一位女菩萨哭了。我说你哭什么呢啊，你也很辛辛苦苦培养孩子长大，你哭什么呢啊，他透露一个心声啊，他啊，老公在当兵啊，对于在当兵常常不在家都很埋怨啊，对老公讲话啊都口不遮言啊，顺口就说啊，那么等到老公殉职了之后才恍然大悟，他的嘴他的想法念头非常不好啊，才会今天这么苦啊。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三世因果啊的重要性啊，先世罪业都凸显在这一生啊，你这一生你认为我做人还不错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上天这么不公平，上天绝对是公平的啊，只要我们有静下来反省的时候，你就会能够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到底合不合理呀啊，往往我们人啊夫妻啊都是爱很深啊，你爱很深应该用关怀相包容，而不是用谴责，而不是用指责，而不是用责备的啊，轻贱另外一方啊，无论男的轻贱
啊，老婆，或是老婆轻贱老公，这个都是会有因果报应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，我们是修行的道场啊，我们将佛所说的一些真理呢啊，可以转述给你的亲友。好，那么这一点啊，今生所寡为何因呢？啊，原因呢，前世轻贱丈夫身。那么今生如悲为何因呢？啊，前世忘恩负义人，忘恩负义。啊，现在很多家庭管理的制度时代在变，需要一些家庭管理。啊，若是我们帮人家庭管理，你是有无上的功德的。可是我们常常听到、看到报道，啊，那忘恩负义的人很多。啊，忘恩负义的过河拆桥，一点知恩感恩都没有，没有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，永永远远啊不会有所出头天呀。啊，这个很严重的，不要以为说我这么做谁也不晓得。甚至我们中文的弟子，你忘恩负义的，啊，以为师父不晓得，师父不会去管你，而是你的护法神，而是老祖的护法神，师父有护法神，可以很清楚的，啊，在了解你们做所行所言。所以我们做人处事，记住不要做到忘恩负义啊，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就是要受到天谴的谴责啊，这个是佛所说的，佛所说的真理啊，不是人所说的啊，妄语。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，大家呢要本着啊佛所说的三世因果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是在修行了啦。所以修行不是只有在那个口口口口口腔，不是只有这样，那是太狭隘了，而是在日常生活啊，你的做人处事合不合人情义理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呢，啊，今生眼明为何因？眼明啊，前世啊，舍油点佛灯。啊，我们仙佛寺或是台湾各宗教道场啊，这每年的初一到初九都有给人家在点油灯啊，点灯来求光明啊，所以啊啊，我们啊平时的布施油灯啊，在佛前点油灯啊，会给你的啊慧眼光明，心眼清楚啊，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，祝福各位。
各位微信贤士同秀，三是因果，屡报不爽，这是天理，这是真理啊！不容我们去有所疑惑啊！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，他做人非常非常的公正，而且很热心。可是呢，啊，他的家人都不平安。有一天，就到仙佛寺来，请示王禅老祖，啊，这个是什么原因？啊，家里这么不顺，啊，尤其。啊，孩子，啊，三个孩子，啊，事业都不顺。我说，看一看呐，啊，你过去所做的工作，啊，给人指点方向，啊，都。没有办法给人家正确的方向，所以啊，啊，他一直感觉为什么人家对他那么不好，啊，三个孩子啊轮流的失业，我说你这个就有问题。三世因果啊，这是你做父母的前生所带的罪业，到这一生来，虽然你有三个孩子，上天祖先给你啊的孩子，因为你的福报还有。但是你啊，对于平时做人处事不说老实话啊，常常用各种方式来骗人、敲诈啊、骗人，还有恐吓，所以这个罪业全部报在你的三个孩子的身上。这刹那，两眼发呆，眼泪流下来了。啊，姑娘说他是很不得已才会这么做。我说你不得已，啊，你忍耐，要做正正当当的人，啊，活也不会亏待你，你的祖先。也不会亏待你，而你的孩子也有守护神，看到父母的啊做人违背了常理啊忘恩负义，所以当然孩子百事不顺嘛。这位李先生。啊，很感慨的说，今天老祖指责我，我毕生难忘，啊，一定会回去重新做人，啊，你重新做人，你的孩子就会顺利，你的守护神就会顺利。再加上你居住的房子有问题，啊，居住房子的形式
这半导体头大尾小，百出不顺啊，所以孩子这边别人的房子啊，你住在这里啊，那你一个办法只有依照风水学来修正啊，把这一个门改学这样的收这么的气啊，变成头小尾大，这是风水学，影响到你的家庭的平安啊，所以他老是那么严重啊，因为你平时你的做人处事啊不守正义啊，做人处事啊就啊不好啊，当然你会住上一栋房子来一起成就你啊，让你百事不顺。你若是要顺的话，你回去你把门改了。那老师我现在没有钱可以改啊。啊，有钱没有钱，你把门改了方位，该轰的轰起来，啊，把门敲开来就好了。所以我说你把这个门就轰起来，轰起来，啊，把这个敲开来，没有钱可以做门，没有关系，先从这边出入，这边轰起来。哎，他有道理哦，也不花钱，啊，各自自己花些工程。工资啊，请人来敲开来。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敲开来之后啊，整个的心境思绪思想全部稳下来，原来恨怨的问题消除了，孩子就平安了啊，所以一年后三个孩子工作都稳定了啊，这一家和乐融融。过春节的时候，那时候啊，我有时间在宣博士春节啊写墨宝与人结缘啊，那么一家啊五口呢啊，就到宣佛寺来拜老祖，感恩老祖，我写了墨宝还送给他啊，所以人即使再怎么样还是离不开风水啊，风水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、做人处事和心境，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，啊，你们这个风水学，啊，一定要读好，啊，读好了，你可以利人、利众生、利社会，那你就有福报，你就有福气了啦，啊。所以凡事都有因。那么谈到今生眼盲为何因呢？这是眼睛亮晶晶为何因呢？啊，前世手有点活灯啊，各位同修，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啊，都会举办啊春节点灯。啊，再来呢，今生瞎眼为何因？出去出来，
眼睛就瞎了眼，啊，就是前世主路不分明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我们常常指点人家，尤其呢，啊，我们学习易经，啊，你帮人家忙，帮人家指点人生方向，你要用易，易经修好了，你可以帮人指点正确的方向。所以易经就是我们啊指点明灯的一位导师。啊，风水学就是我们住家环境环境学。啊，宗教学就是修身养性。啊，做人处事都是宗教学。啊，尤其你学习易经，啊，帮人指点方向。啊，当你没有用易经的时候，你要指点人家的方向，一定要小心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不要信口开河，啊，来说啊，这个好那个好。啊，我们常常遇到啊，有一些信众大德，啊，他会来问事，啊，用易经挂牌出来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是不能投资哎，投资下去你会了钱了得一塌糊涂哎，啊，你没有找人家指点吗？啊，有啦，我找我的啊修行师傅啊，他们说你好好做，我做一个你波比，我绘画，啊，不负责任的。”我看到我做的波比，啊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清清楚楚，绝对不含糊，要用意，所以才有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这个真言；大家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欺心，啊，所以我也。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，你们凡事要用易，把易经修好，把易经学好，这样的话，你们可以给自己正确的明灯，啊，也可以给你的亲友正确的明灯，或者你指点人家，啊，主路不分明的话，来生。就一千年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啊，希望各位同学们，啊，这个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好好的来用在生活上。所以今生瞎眼为何因呢？前生指路不分明，所以我们要是。为人指点的方向，你一定要用意，啊，一定要用意，用意知天机，否则的话，啊，你要啊得到好的回报是很困难，会弄巧成拙，啊，啊，再来。今生缺口为何因？气水呀，啊，吐唇气水，啊，那么前世吹灭佛前灯，佛前有灯，那么我们有的人啊，认为说哎呀迷信，啊，你就把它灯呢用吹的。到最后就会嘴会出问题啊，现在口腔癌的人很多，这个都需要反省忏悔啊，依照三世因果经
啊，自己去修行就没有错。但是既然发生了口腔癌，啊，这个一定有前因，啊，那么我们佛前的灯油灯，哎，啊，你们不要随随便便，啊，太大意，把它吹掉，啊，即使你要灯要么把它熄灭，也要用烟吧，把它盖起来，不要用水，那你一吹你就完蛋了，护法神就不会原谅你。111学年度回啊，所以老祖师尊叫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三处因果啊。啊，今世聋哑为何因？罪生一告而臭女郎，一告的兼臭女郎是聋哑啊，前世恶口骂双亲啊，现在社会啊，很多恶口骂自己的父母，骂双亲的很多，这个都要负因果哎，啊，来生会的当哑巴。耳朵就聋了，哎，哑巴就来了，啊，生活就会痛苦一辈子。所以，啊，我们平时对人讲话要有礼貌，啊，不要讲太尖酸刻薄的话，啊，你讲尖酸刻薄的话语的时候，啊，就会得到报应，屡报不爽啊！啊，也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，啊，带着啊他的孩子二三十岁了，啊，聋又哑，长了一表人才。我说你这孩子啊，啊，常常怄口骂双亲，啊，这一位先生和夫人眼泪流下来了，啊，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管教，啊，所以今天他也知道，啊，哑巴，啊，耳朵聋起来。啊，是有原因的。找遍所有的医生没有用，找不到病因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办法开口，啊，听不到。啊，我就拿了《三字因果经》给他看，啊，就是今生啊聋哑为何因呢？啊，前世恶口骂双亲，果真屡报不爽。这爸爸妈妈的 小时候对他太宠了，因为只有生一个男孩子，啊，结果骄纵过度，啊，对于双亲没有办法来理敬，那怎么是哑呢？聋哑呢？啊，就有一次，啊，发烧了，一发烧呢，到医院医了很久，后来烧退了，话讲不出来，啊，耳朵，啊，那个烧过度，所以这聋了，哑了。那我跟他说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要我加持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是因果
三世因果，前生罪业，已经犯了佛所开示的天理呀。所以啊，我们教孩子一定要有礼貌。你教众生啊，什么叫修行？啊，就是要有仁义礼智信啊，做人要仁慈，要讲义气啊，要有礼，要有智慧，要信佛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样的话啊，那若是违背了啊，不是龙就是牙。我希望这些字呢能够送给各位，仁义礼智信，人心义气啊，兄弟要有情有义，礼也，这对啊，礼节，礼节啊，智要有智慧啊，信佛所说的真理啊，所以这是相对论的三世因果。希望各位同学们，我们学到就依照啊仁义礼智信，这是五宝，啊，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，这五宝时时放在你的家，放在桌子上，自己可以时时提醒，也可以作为教育下一代啊的导师啊。所以老祖开示我们，啊，这今生聋哑为何音啊？啊，这是前生恶口骂双亲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有的人啊会对双亲不敬，你搞错了。啊，双亲他们的啊给你的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说以为我读了一点书啊就骂双亲啊，不懂礼节，什么都不懂啊，这个你这样嫌弃父母双亲的话啊，以后会聋哑啊。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注意啊，祝福各位。